一实性，自性者，是菩萨行啊！一切人天善界，皆菩萨行，岂不果然入定，何求妄心？勤修学，精进六道如来因啊！也是讲，一时生自行者，就是菩萨行啊！讲遐尼真侪的话，开悟性啊！修三圣法，这么真多，林林总总啊，大小圣法，佛陀无不都是为修纳于一大圣法，那就是菩萨行。不管偌尼真多的法。当然，实现五戒，这是咱人人的根本呐。虽然讲也是小法，不过还是维持人间世事最好的方法。这一人间，也那看会开啦。专心来修行，所以就声闻缘觉。虽然呐，无有周围的家属来看甜啦，确实呢，家己专心修行，去除无明，断除烦恼习，啊，不过只是独善其身。佛陀啊，所盼望的，就是人人拍开心胸，断除烦恼，清净无染的心，投入灵魂啊，去付出，将佛所说法，这个教法，大家人来听，听法者、说法者、传法者。安尼呢，人世间啊，得救的机会才会多啦。人甲人的中间，人间这份爱恨情仇的烦恼呢，才有法度解开。这是佛陀所要教育，这种一心。性法其实回归来就是菩萨行。菩萨行呢，不只是出家者、在家者发大心、立大愿啊，同款会当投入灵魂去救援众生，去救援众生啊。只不过呢，是发挥爱心去投入，但是上好就是连烦恼都断除呀，无怨无尤，欢喜心的付出无所求，一番的救灾回归回来啦，应该都要更体会佛法，更深入。静中回明，平时的烦恼无所计较，同款还是会放下烦恼。那会当安尼啦，就是道中修行，哪行哪修，安尼也是同款呐。所以讲，一切人天善。一切
人天的善戒啦，这个法呢，戒菩萨行，不管你是行十善，或者是持五戒啊，这拢是叫做菩萨行啊。持五戒不只是戒杀，也个好生啊，不但不去偷盗，搁在呢伫咧布施，不只是不说恶口，也个呢是文化传法啦。伫咱的心时时呢，都是断贪嗔痴，简单的五戒嘛会当扩展到菩萨戒啊。你发一个菩萨心嘛，同款啊，会当行菩萨道。过去啊，有安尼的修行者，伊为着要专心，为着要会当安尼修行的心唔通散去，伊去选择伫迄个悬崖。石头顶啊，底下坐，啊底下坐，都爱定定提高境界啊。啊，那独孤呢，万一啊，都会跌落去谷底的啊。自古的禅师啊，就来拜谢伊，真正的全心禅法啊，是心。心在三昧中，打茶温水，无不是禅。为人服务付出呢，该是禅嘛。行动爱正确正思维，所以禅，咱拢定定甲大家讲，思维修，咱爱定定真清楚的脑筋。来思维啊！咱现在的救灾，尼泊尔灾难这么这惨重啊，地动啊，集中在市区的高楼大厦，应声倒去啦，千年的建筑物变成了废墟啦。那么精明的人。真善，伫咧辛苦，真辛苦，伫咧付出，关关难关，关关都爱过关。啊，咱后面好运的人要安怎做呢？必定爱负真重的责任。头前要行得顺啦，物资爱充足啦，咱都爱退一点。后面呢，哎，布置真多，准备真多的资料，可以关关条条路好行。哎，准备真多的物资呢，可以来发放使用啦，啊，可以真充足。迄个思维修啦，真的。这些会应用到咱的专心，菩萨行要安怎破，要安怎行？这思维呢，爱真清楚，脑筋爱真敏捷。不管是人际关系，或者是呢物资的集中啊，路要安怎行过去？这爱用思维修。哎，运用咱修行啊，迄、那个方向正确。三昧呢，就是正念。正念呢，要经过思维修，咱的心要定，要专，安尼负起了责任，这才是真正的菩萨行啊！所以一切人天善戒，戒。菩萨行啊，好，唔是干那伫迄个高严
立定，或者是呼口望心，唔是安尼啦，唔是讲迄只虎伫咧饿，啊，我就是头壳伸入去，互伊饱就好啊。啊，干那救迄三只虎仔囝，虽然佛陀捌有讲过安尼伫咧修行，但是呢，却是我逐天啊，甲因私信拢讲。家己爱顾好好，才会当救真济人。这就是咱学佛啊，就爱用心去体会吼佛的道理，所以爱勤修学精进六道如来音吼。那如来音呐，就是精进，这个精进呢？那就是真如本性，真正要安怎样可以发挥效用？那就是爱思维修，爱正确好好思维啦。所以咱学佛啊，一心性之法，那就是爱正量。正知正见正思维，安尼为人间去付出，这种的菩萨行呐，这咱爱用心去思考。正面呐，经文安尼讲，家业动地，依住因缘，种种披露。开示佛道，是我方便，诸佛亦然。今为逆定啊，说最实事。啊，这段文啊，已经呢，甲咱讲甲真清楚啦。啊，哪怕是佛道，道心起火啊，这呢？过去的因缘嘛，是一种方便法啦。来甲大家人讲，爱众生的命，视众生如己命啊。这些一种的方法教育，也那些真正投入菩萨道中呢，是伫人群中，咱的心不受污染，伫人群中呢。过一当学得了菩萨道，净苦离惑，入人群中众生的烦恼化烦恼为菩提，众生的烦恼就是咱的觉悟啦。这其实佛陀甲咱教育，希望咱会当达到安尼的境界，会晓了。解吼，那下面呐，经文在安尼讲吼，诸圣文章皆非灭道，逆定所行是菩萨道，渐渐修学，适当成佛，这已经得真明显了吼，那。一段经文呐、啊，应该就是结这个欲超如品呐、啊，已经表示到一段落了吼。啊，咱正面讲真多啊，欲超啊，那无不多是呢，依靠着灭魂乌龙啊呢来成长啊。佛法啊，是平等接受的呢，是众生的根基。所以欲超如品呐、啊，就是要让咱真透彻清楚，这种一相一面呐、啊，是一实法。所以佛在心眼，自性非究竟灭道啦。Thank you.
人生啊，唔是究竟啦、啊。意思就是讲，声闻缘觉啊，恁安尼伫咧修行啦、啊，非究竟啊，唔是究竟啦、啊，也未呢完全灭度，因为也阁有尘沙，就是啊。干那修着家己，这些自利烦恼也无去除啦，所以自性非究竟灭度啦。即逆定所行，以为菩萨道啦。现在发心开始啦，那么就会当呢行菩萨道吼，即家业。定当知无上菩提，非无机分，正为其所应作之事吼。啊，所以爱互家业，大家人拢爱知无上菩提啦，非无机分，唔是呢，无有咱的分啦。其实人人拢是佛的一个囝。人人拢有份呐、啊，那正是为己所应作之事。你爱身体力行去做，要安怎思维修去帮助人，步步行回真踏实、安全呢？去救人，这嘛是叫做咱有安尼的智慧。咱有安尼的使用出去，所以诸行文章皆非灭度，因为安尼则讲行文章也未灭度啦。因为呢，恁敢那知影断烦恼，所以讲开权，开权就是自性修持的人吼，但离希望。名为灭道，皆非一生究竟即灭无上的涅槃。自性人呐、啊，只敢那离希望呐、啊，名为灭道，以为讲吼，好、哦，我拢知影一切拢虚幻呐，我无贪无着呢，我心无烦恼，安尼叫做灭道啊吗？但是，皆非一生究竟即灭无上的涅槃，也未到安尼的程度啦。你伫浊气中啦，伫人群中呢，会当不受困扰，不受烦恼，也阁会当去度人。安尼，这念心啦，才是真正的大灭。这是真正的一大涅槃啦！在这个人群中，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无受烦恼染着咱的心，安尼思维修定、禅定、智慧，所以慧灭道，那味道变圆。因为呢，咱除了分段生死啊，咱也阁有心理上的变异生死，就是讲生住异灭吼，升起一念好心啊，我应该做，但是碰到了什么代志呢？咱住的善念呐，啊，这个善念呢，碰到什么款的代志？无欢喜啊！我的善念都已经无去啦，伊都是各样啦，反善为恶啦，那就伫定中都乱去啊，
这叫做硬，啊就灭啦，灭掉去啊，这个善念都无去了吼。啊，这安尼哪会是叫做灭道呢？这叫做变硬，变硬，咱的心会无常啊。心念呢，一直拢随着环境伫咧转啊，这个变换心念啦、啊，这叫做变异吼。这种的变异的烦恼也未断啦，所以独言自性吼啊，所以讲在自性修行的人，还是呢，虽然断烦恼，但是心里的烦恼啊。并阿未断呐，为自度心强固，因为呢，干那要自度啦。那啊，人天呢不求为涅槃，人天的普通社会人啊，啊，我唔免去修行啦，啊，我嘛无管安怎的生死会过来啊，未过来，总是呢，我做好事啦。啊，我会得福吼，那干那为得福而做好事吼，这种求保庇的啦，这种的心态呢，来做好事，这种嘛唔对啊吼，那应该呢是无所求付出，这呢才是真正来修吼，所以。菩萨不以中间取证，无伫迄个人天求福，或者是呢伫自身求断烦恼，无安尼啦，他就是呢气在中道啊，无求付出吼，那也无为自己的得失，反正呢。付出做得对啦，心无烦恼无挂碍啦，付出做得对啦，所以不求一切果，淡然自性吼。那唔是讲三性，就是讲自性俩。声闻缘觉，逆定所行是菩萨道。那这大家人应该啦，爱行的路。那就是爱菩萨道，这就是现实。佛陀过去呢？是释权方便法啦，起码在法华会上呢，佛陀已经把这个真实法显露出来啦。那人人呢，爱去身体力行，逆定自性呢，所行之道啦，即是大乘菩提之道。起码开始呢，发心起来啦。迄、那个无明断除啦，开始都爱练根中气呢，就爱身体力行，所行就是爱身体力行。第一行的路就是菩萨道吼，大乘的菩萨道。现在发心，未来要行的路就是大乘菩萨道啦。所以呢，声闻所行啊。是成佛之因，故是菩萨所修方便之道，亦是成佛之真实资粮。断烦恼，你无断烦恼呢，嘛无法度呢去真心付出。所以声闻缘觉先断掉烦恼啦。才有法度呢，一粒专心去付出哦。那果是菩萨所修方便之道，爱心修啦，修断除烦恼，看尽人间世上呢，
是虚幻无常，所以虽然是讲菩萨道，但是修行者必须经过的路，所以亦是成佛之真实主流，还是同款的道理。起老啊厝啊，你无一二三四，哪有七八九的楼呢？所以咱还是爱这个基础行过来，菩萨之道，殊断同行，无明烦恼拢爱断除，而生啊亦断处行。声闻缘觉的过程，就是咧断这个无明烦恼习啦。即嘛呢，只是干呐，拍开了自利，这个独善其身，这个心态拍开啦，那身体力行，那就是菩萨道啦。所以果因菩萨道，那渐渐修学啦，是当成佛吼。咱安尼渐渐入圆觉吼，从渐进啊，甲顿觉。到家呢，修行拢总圆满，圆满呢，圆觉地吼，就是佛陀圆满觉悟的智慧，这呢就是唯一佛陀咱修行啊，这呢真多的法啦，无不都是呢为着成佛啊。生活无第二条路，就是呢，哎，人群中不受人群所影响，咱勇往直前呐，啊，爱有充足思维修，这个行吼，内修外行啊，安尼呢，才真正会当生活道吼，所以啊，渐渐修学啦，是。当成佛，这是结束的欲草如品，安尼做一个总结，所以期待大家人对欲草如品呢，这个、真实法一相一面啦，会当去体会了解，爱多用心嘛、啊。